Hi guys, I know a lot of you guys by now already know that I'm a huge makeup freak. I love my skincare, I love my makeup, and I also love to try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And recently I've been asked along Facebook, Twitter, and Instagram, as well as helping my friends start some makeup kits and skincare kits. They asked me, where do I purchase my stuff? Because sometimes you might, if you follow me on Instagram, you know that I post little photos of my mini haul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me of these products are purchased locally in New York and some of them are online, but I found this place that is amazing and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because they stock all the brands that I love under one roof, which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simple because you just go there and you get everything. And they also have makeup artists there that can help you and teach you how to use these products as well. They also have products from like Japan, Korea, you know, even Australia. So let me show you where it is. We're almost there. This is the King's Crossing Mall. 前阵子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实在太红了，那我今天呢特地来到纽约的法拉盛一家彩妆店试试千颂伊的画法。那今天呢就跟我来看看到底有什么秘诀让皮肤看起来像韩剧里面那么好。这家 Bella Beauty Lab 的特点呢是它综合了欧美雅彩妆和保养的产品，所以呢你只要来这里就可以一次搞定。So I just washed my face. You guys probably seen this many times before. I've asked the makeup artist here, Vivian, and she's gonna help me do a 千颂伊 makeup today. I'm very excited. Vivian, 我看那个千颂伊的就是妆，它非常皮肤非常的透亮，所以我很好奇，我从没有试过韩国的那种化妆品或者护肤品，你可以介绍给我一下吗？一般就是你可以看到韩国女生皮肤都超好的，所以说他们的护肤品也很有讲究。The history of who， 是后是皇后的意思。皇后的秘籍秘方，可以非常明显的闻到那个人参的味道，是吧？所以说它的那个主要的成分也是有一个韩方的红山参，然后这一款是也是 LG 公司所带来的一款欧慧系列的。那么欧慧和后有一点不同，是因为它是植物干细胞。那么它呢就是说是水状的，所以说水状的可能比乳液状的要更好吸收，没有负担感。接下来呢就是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忘了去做一个 firming 的效果。它这款呢是 immediately 让你有一个 lifting 的效果，你可以感觉到的，所以说它这款也是一个明星产品来的。它可以帮我提一下我的下巴吗？眼霜呢就是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觉得啊好像一瓶没有什么见效呀，那么眼霜是长期就是要去做的一个护肤的程序，先擦一半，那么它也是一样，同样有着去黑眼圈、去浮肿、去细纹的一个效果。经常擦口红的人唇部保养要比一般人做的要好一些。我们涂好了，你感觉一下，而且你也、这不会粘的，不会粘，完全对。而且你现在看，嫩嫩的，越来越嫩。它是一个烛光的效果。那么烛光效果，当我们在使用在 base 的时候呢，它起到的一个最好的效果就是提亮。现在我们早上女生一般在上班前啊，就已经。非常赶时间了，所以说像这些一个小工具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妆的skill 的一个 tool 吧。这个是韩国的一款产品，也是叫 Dr. Jar， 用遮瑕霜还有那个遮瑕膏的女生都知道，因为遮出来的效果有时候会太 heavy， 对，很干，对，很干，就会好像裂开来了，对。所以说你也可以用手呢去 warm up 一下，去给它摁一下，但是我今天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小工具，我可以用另一边尖尖的这一边去帮你按压一下。对，就我是听他们说是非常自然的，他们那一款。 对，可以看到好莱坞明星走红毯的时候很多明星在用它的系列。
那女生都知道，她就是买一个 palette， 从口红到眼影啊，还有一些睫毛膏，她不一定是都喜欢的。对。那么这一款就是独特的设计，就是什么？它每一款东西都可以拆下来。然后还有像鼻翼旁边经常会红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小小的东西去遮瑕一下。千颂伊的妆呢，它就是肤色比较亮，然后呢重点可能是在嘴巴的部位。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要忘了脖子。这个 makeup base 和这个眼部的一个 base 是非常重要的，它会让你的妆感和你的这个眼影部位就是更持久一些。这一款呢是 Paul and Joe 里面的非常有名的南瓜粉。那么就是像我们化完妆之后的一个定妆粉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的 soft， 也是比较天然的。你可以摸一下我的手，你很细很细，对，而且它现在我用的一款是 Teddy Bear 的毛做的一款 Too Faced 的一个 brush。Teddy Bear 毛 ？Yes。Oh my god！ 所以说非常 soft， 好可爱哦。那么像现在呢，基本上 face makeup 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做眼妆的部分，眼妆部分我现在基本上是使用的这个 Jour 的这个系列哈。 Eyeshadow 现在我们有两种，一个是 Cream Eyeshadow， 一个是 Powder Eyeshadow。 所以说像有些人比较容易脱妆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下 Cream Eyeshadow。 那么千颂伊的妆比较自然哈，所以说我今天不会给你一个特别就是重的眼妆，就是稍微自然 natural 一点就比较好。那这个颜色的选择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有些人选择太亮的话，会非常的不自然，会反而像眼袋。对，会反而像眼袋，没错。木耳的眼睛比较平，没有轮廓感，那么我只在外围给你加了一点点。那么你看一下镜头，它可能这边比较深邃一点。我们选择像这种一个 blending brush， 它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blending 的效果，就是把这个。颜色呀 mix 的比较好一些，从前到后这样，把它的颜色调节均匀了就可以了。千颂伊的妆就是非常自然嘛，那么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咖啡色的。像基本上现在就已经效果还蛮明显的了。接下来我们要画眉毛，那么它里面有 highlight， 有两个颜色组成，然后旁边你可以看一下是一个小小的 tube， 而且它非常好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有眉卡。那么这些眉卡是给那些真的不会画眉毛的人，那么它是可以这样去比较眉头眉尾这样去，如果有的时候真的不会画，你就把它放在上面，按着那个形状去描它就可以了。如果要是你的眉尾啊没有的话，你可以选择用笔去稍微的勾了一下去画一下。也在日本非常流行比较火的一款，因为你可以看出它的那个弧度啊是专门就是 Asian Eye 的弧度，因为是扁的。对对啊，这样的弧度就不会夹到自己的眼睛。对，而且它夹出来的那个 eyelash 的效果呢是360度这样张开的，而且眼头眼尾它都能夹得到，对不对？对啊。Eyelash glue， 对。那么它这个胶有个特点是什么？皮肤极其敏感或者是有 problem 的skin 都可以用。涂睫毛膏就是因为让自己的真睫毛和假睫毛有非常好自然的一个融合到一起去，所以说我们轻轻的涂一下就可以了。
哇，它还有四个颜色。那么它四个颜色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你有了一个，你相当于有八个腮红啊。对角线它是一个，每一个是一个腮红，所以混在一起它又是一个腮红，所以说你只买一个腮红就可以了。它的刷子，对，小红，It's like a lemon, 好可爱哦。对，韩国女生的鼻子都是比较坚挺的，所以说重要的高光我们基本上是打在鼻子的部位，或者是下巴一点点，然后额头，就是自然的那个 spotlight 打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光效果。鼻子。然后像有些时候我们眼睛上面有一点黑眼圈的时候，你也有可以做一个提亮的效果。Mia 的鼻子呢，就是也是蛮高的，也鼻头稍微有一点点大。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还是回头来用这个 eyebrow 的一个这个小 tube， 可以去拿它做一个修容的一个效果。那么修容的时候，我们可以拿这样一个，先用一个 tiny 的一个这个 brush， 再用这样的 blending brush 去把它。刷一下，晕染一下，有些时候呢用手指指腹也是一个非常，那么像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个鼻子怎么修饰的话，你可以从你的眉头开始往下去，这样自然的摸下来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就是简便的一个方式，就没有那么多工具的话也可以的。其实轻松一的整个脸妆其实是非常的白皙，然后是自然的嘛。因为他没有上下巴。没关系了，我们可以修了哈，我们可以修。然后修容的时候呢，切记就是 brush 上面不要有太多的 powder， 因为这样会很不自然。所以说我们这样用一个 T 恤把它轻轻的蘸一下。让它均匀的，在这个 brush 里面。然后像我们动，对，你可以这样撅一个嘴巴，然后呢，像从耳朵到这边，如果你掌握不好它的角度的话，你可以用一个这个 brush 来直线打下来就可以了。那么就是它一个小小的修容。重要的是下巴，下巴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去做一个下颚的一个修饰。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今天的 point， 就是嘴巴。今年比较流行双色，对吧？就是咬唇妆，很多人说是咬唇妆，是双色来拼接成的。今天的底妆就比较淡了，那么嘴部做一个重点的突出的话，我们选择 hot pink。那么现在。粉色呢，我们需要两个颜色去搭配。那么我首先呢，用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 Too Faced 的 lipstick， 给你做一个外围的一个修饰。一般的 tint 大家都知道 ，tint 是非常干的，就是有一点 dry look 的感觉。那么很多品牌现在都有出 tint， 也非常流行。那么像这个 tint 呢，还比较润一些，你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个自然的光泽度。对，因为通常 tint 会就擦完就可能嘴巴开始裂了。是，那这一款呢，你可以感受一下。像现在呢，我要用一个小小的诀窍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去做一个小嘴巴咬唇妆的一个效果。用这个 sponge 轻轻的擦在嘴巴的边缘就可以了。涂气垫粉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像一般cream 状的foundation 的或者是 cream 状的一些粉呢，你就要去涂它涂抹。那么像这个呢，一定要去拍一个就可以了。看一下效果。Oh my god， 对，就是所谓的那个彩妆的量。那么现在我只给你涂一点点在你的这个颧骨这个部位，就比较提亮的一个效果。我可以在脸上给你试一下。Final look。
As you can see, this is a complete look. Vivian did a fantastic job. As you can see, it's very easy to follow, so you can look like a Korean pop star every day. Also, don't forget to come and visit Bella Beauty Bar.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can ask Vivian yourself, or you can also leave your comments below and I'll try to answer them for you.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finding the store, definitely message me on Facebook, Twitter, and Instagram. Anyways, I hope to see my next video. Bye!